说起董家，也是可怜。这一夜之间都死绝了。我亲眼见大明二叔带人闯进我董家。方天意，二爷，董家只是他的第一步，他可能等不及了。金飞。 青瑶是我的未婚妻，二叔竟顾及自己的身份，你真的以为那小子不会伤害你是吗？我早就不是认你蓉妮的丫鬟了，我就是要替雨慈夺回方家，让你一无所有。在你看来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是吗？ 感觉吗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 我现在再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，你是否相信我？